Hello， 大家好，咁多位現場來賓同埋傳媒朋友，歡迎你哋今日抽空出席我哋長進發展有限公司投資同埋拓遠集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建設嘅汀九豪華別墅項目溫莎南岸嘅動土典禮。一直以嚟咧，我哋係憑住我哋對國際建造標準嘅認知啦，同埋運用嘅經驗，同時係熟悉本地嘅規範，結合創新同埋追求技術方面嘅嚴格要求。今次我喺度咧，同拓遠合作呢個汀九項目，我好有信心，因為香港咧係一個福地。咁呢個項目咧，總投資額咧接近係4.5億㗎。